我女朋友总希望我在深圳找份稳定的工作，但对我来说，深圳就像一次性美瞳霜，能暂时用用就行了，何必想那么多？天哪，又迟到了！从小我就喜欢竹蜻蜓，只要我用力一转，它就能让我看到飞的希望，但它总笑我。像个小孩，你又在玩这个？你又迟到了，请喝咖啡。这咖啡味道还不错吧？你说以后我们要是能经常来这里喝咖啡，那该多好啊！想不到5块钱的咖啡就让他那么开心，这样也蛮好的。时间过得好快哦，你说我们俩在深圳认识都快半年了，我们还能有多少个半年啊？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每次我和他说起以后，他就不说什么。他怎么不想想我们在深圳会有怎么样的以后呢？叔，你看那个摩天轮，我们去玩摩天轮吧。啊，过去那边看看再说嘛。啊，我们去玩嘛。乖啦，过去那边看看，走吧。啊，不要了。走过去啦，乖。玩一下嘛。这种吧，树你跟那个好好玩，我们就玩那个好不好？等等嘛，我们先随便看看。又要等。哎，怎么加快了？本来就会撞，怎么还撞高？玩魔术吗，宝贝？嗯。你在搞什么稀奇啊？就是给你变个魔术，闭上眼睛你就知道啦。杯的特别之处啊。转一转，真的能飞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，树，我们一起再爬高一点吧！快上来，快上来！来啦！也许是故事的开始。